台南市議會前議長郭信良和里長郭正健涉嫌向電視定位案的廠商收1300万的黑色錢，兩人是主張無罪。台南地方法院透早是宣判，要重判郭信良13年。郭信良系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之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。第二点，高进健系与有公务员身份之郭信良共同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之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，以及刑法第29条第168条之教唆伪证罪。信良绝对是清白的，这个代志绝对跟我本人拢无任何的关系。我本人将来无用我的职务来收取到任何一角银。相关的证据呢，我嘛还阁拢提供予法院。而且也還有證明我沒在場的證明。台南市的前議長、現任的市議員郭信良，電視裡的里長郭正健，這涉嫌向主辦市地定規業者收1300万的黑色錢，叫檢方起訴，歡迎今日宣判，判郭信良13年，郭正健9年半。郭信良是表示絕對的上訴，也捍衛自己的清白。